先生几位啊？有预定吗？没有。啊，是有朋友先来了是吧？没有。哎，你们这个店有分店吗？没有，都一家。先生几位？ 先生你好，您有事吗？没事，就随便看看。我们这是后厨，不让随便参观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姐，你放着我来吧。王师傅，刚摆好了。快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孟大姐，刚才有个男的一直跟着你到门口。一直跟着我？嗯。男的？啊。 大家都去准备自己的事情吧。孟大姐，阮真真留一下。好的，经理。阮真真啊，你已经是我们好再来饭店的正式员工了，这样没有干劲是不对的。看看你前面，像没有吃过饭一样。 我知道你才出来上班，要面子，但是你不偷不抢，正大光明的，你怕什么啦？我钱多多，看好你，孟大姐，哎，帮帮他，好，帮我欣赏，好好学。哎，姑娘，我跟你讲，这首先呢，咱跳的好不好看不说，咱得投入。对，你看。 比如说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还有这个切菜这个，看着我，看我这手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来来，你来来，嗯，行吧，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好好跳，跳到 C 位，我给你发奖金。对对对，快发奖金，发奖金，来。 Ha ha ha.